些日子我刚刚从贵州回来，贵州那块少数民族，我到那参加一个节日，一看那老百姓的幸福感真强。有一位老奶奶穿的那，哎呦，花里胡哨的，全部都是金的银的，那个是拿一大竹筒子，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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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嘛？水烟袋。有旁边有那个当地的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采访，老奶奶你好。老奶奶说话的气特别多，你好，是吧？您多大岁数了？一说吓我一跳，107。107岁。哎呀，您是老寿星。哎，老寿星，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长寿的秘诀吗？没有。您不锻炼吗？不锻炼。您吃饭不注意吗？不注意。您吃肉吗？吃。您喝酒吗？喝。您抽烟吗？抽。哦，答得特别好。小姑娘说，那老奶奶没人告诉您这样对身体不好，影响您的健康，没人说这话呀？说了。那您怎么不听话呀？他们都死了。我一听老奶奶那是跟我这说相声呢。奶奶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这个岁数啊，这么健康的身体，就是快乐，就是乐呵，是吧？甭听乱七八糟的，自己就好好活着的幸福感强。大家子一句话，好好听相声，好好找乐，好好快快活活的生活，都到107岁。谢谢大家。Today in order to have over 40 friends to do better and just stand the Chinese for us, we will perform cross talk in English. So, wait, let's show the two of you. Show the two of you.你英文、啊、对呀、啊，这真行，你学嘛？他照这意思，姜昆、啊，人家说英文的朋友，人家交谈你都能听得懂 ，No problem， 听见了吗？哦，那你也能跟他们用英文交流？No problem， 那你们这回来了多少位演员 ？No problem。在多伦多待几天呢 ？No problem。你叫什么名字 ？No problem。你就这一句啊，即问之学。哦，什么叫即问之学？什么呀？走到那儿像不像？三分样，有这么一点儿。不过刚才你这几句英文还可以。我跟你讲，嗯，不学不行了。那当然了，现在跟不上形势了。谁呀？就咱们，你我都有点跟不上。我感觉我还行。你还行啊？你现在咱们在国内啊，咱们看这个中文报纸啊，有的时候你念不下来了。那您的中文水平差呀？不是，他蹦英文字母特别多。我没明白，怎么咱们中文报纸里有英文字母？越动越多。都什么呀？哎，过去 WTO 大报纸上啊，这你应该懂啊。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缩写 WTO。现在你是知道了，一开始念什么呀 ？OTT 这是。什么叫 OTT 呀？跟克格勃这名字似的，这是。那是英文缩写 WTO。领导同志现在讲话啊！哎，同志们呀、啊，我们这儿的 GDP， 你看又出来 GDP 呀？这你也应该明白。啊，国内生产总量 GDP， 哎，到医院里检查身体去啊！嘿，来来，验血，给我查查我的 DNA， 遗传基因仨字母 DNA， 哎，给儿子也查查，看看是不是我的。主要就查这个，嗯 ，DNA 的字母三个字母。对，哎，你喜欢看什么？喜欢看你喜欢看什么球？干什么？我喜欢看 CBA。这我知道，那是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哎，我喜欢看 NBA， 那美国男篮职业联赛。张建宏，张建宏，我张建宏 CEO。首席是 CEO 啊？那是不是这是 CTO？ 这 CTO 管技术的 CTO。啊，那要找管财务的 CFO。管财务的。哎，姜昆，要到办公室找你是什么？我 UFO。搞了半天，他是那不明飞行物字母。那您比我差远了。那您是？我什么事儿？咱俩字母。我们北京啊，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大北窑。
哎，就在那个东三环呢。啊，中国大饭店。哎，对对对，大北窑，现在不叫大北窑了，现在叫 CBD。中央商务区 CBD。CBD， 过去在这儿存车两块，两块，现在五块。为什么？我们省钱了啊？怎么回事？怎么五块了？人家管事儿的说了啊，知道吗？大北窑两块 ，CBD 五块。那上次我就涨三块，您这。存车都不服气啊？怎么了？这个改成 CBD 就来，知道 CBD 什么意思吗？是什么意思？你听你讲 ，C China China 那个 C 打头，那叫 C， 那 China 那打头。哦 ，CBD 什么意思啊 ？China 北京大北窑。哪位高人这么胡解？出租汽车司机旁边还给打岔。得，您别听了，什么拆那北京大北窑，他不懂。您那说的不对，这 CBD 这三个字实际的意思，你说就说我们大北窑这儿啊，车倍儿堵。那汉语拼音也出来了。听说北京现在可能连骂人都改成字母了，连骂人改什么？叫 TMD。这什么意思？就连他妈的改成 TMD。语言不能提倡，你说是不是字母越来越多？确实啊，看来要没点英文的基础，还真不明白怎么回事。学的是俄语。哦，你赶上学俄语？学俄语，学英语，字母我都念不下来。好、我说我出国，我说我想学两句，就简单的话啊，问问人家买东西多少钱。我说我想学两句，你这也太笨了，这句我都会呀、啊。问人家多少钱，想用这个英文说这东西多少钱，应该怎么说 ？How much？ 哎，你这真的很容易啊，容易啊！咱们闹笑话，怎么了？一出门一张嘴就说错，你怎么说的啊？到了国外指着东西问人，哎，嘛好吃？嘛，三个字，这人嘛要有来自天津的，您听着很耳熟。什么叫嘛好吃？说完了自己都纳闷，我说这是英语。你这么说，这外国朋友能懂吗？是这么教给我的啊。好的老头，哎，好吃吧？啊，也不对，是吗？好，更不对，吃好了吗？能饿吗？他就没把那正确的想起来，还没你给吃，你说丢脸不丢脸？你也太笨了。哎呀，当时说了一句撒油那拉，我赶紧走。撒油那拉，你怎么说日本话？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由衷的夸奖你，真的由衷的夸你。这个姜昆啊，不愧是名演员。姜昆呢，就是姜昆，脑子的确聪明，小聪明，透着有点缺德。什么聪明？别人骂日本，反正我也得要求你好好的学学英文。如果要怕丢人啊，应该多掌握一门外语。学怎么学啊？怎么学？不走捷径啊啊啊！什么 follow me 啊？什么这感觉，咱不能学啊！就到专业学校，从字母开始学。啊，对，国内有很多专业的英文学校，跟小朋友在一起学。你说啊，指着鼻子 nose， 哎，又被你纠正了。你别说，你这态度完全对。一年啊，初级水平，就初级水平，打基础。哦，一年初级。两年怎么样？中级班毕业。你两年英文中级班毕业，循序渐进，基础打得好。那你这学的有成绩呀、啊？英语22个字母，已经。您要在别的地方演出，我还真不拦您。你这继续往下做。这儿是什么地方？人家讲英文呢，您倒好。拿起来就说，你不怕人笑话你？我当小学生，我不怕。哎，哥，别误会，当小学生没人笑话你啊。刚才你说错了，笑话你哪儿错了？哪儿错？你错得太厉害了。拿起来就说，英文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27个来着，27个呀，26个。给我讲糊涂，26个英文，废话，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文。
这人说的真是。你知道刚才你说二十二？你知道我在哪儿学的？你不在专业英文学校吗？专业学校人家那儿很讲究，对吧？啊，人家一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八折学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学习可真有体会哦，就是学英文的过程。哎，我们这个班啊，这个学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哪儿的学生都有，每个人讲出来英语不是一个味儿。这不对啊，英文我知道那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能不是一个味儿？发音带着自己方言特点，说英文带自己方言特点。我们那个老师啊，老师叫 Peter， 哦 ，Peter 啊，这个各地人叫起老师的名字不一样。啊，都什么地方叫出来不一样？北京人啊，一叫老师这名字，那个皮字儿，那个皮字儿，那个皮字拉得特别长。那北京人一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那老师 Peter， 你看他这个 Peter， 你别说，这是有北京方言的特点。对，那是天津人，天津人说话音往下走啊。这是我们的老师 Peter。话的发音特点，皮头话。哎，那要是上海人，上海人说话，你舌头是平的，打不过卷来。哎，这是我们的老师皮头，真有意思啊！啊，皮头平的。哎，那要是四川人，四川有的地方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啊。哎，这是我们的老师皮头。这真好听，哦，皮头。山东人，就我们山东人叫出来好听。那山东人一叫，这是俺的老师骗他。谢谢大家啊！这个这么长时间呢，还在这儿孜孜不倦的听相声。今天大家高兴，对啊。我们到每一个地方，确实要考虑一个地方他们这些语言的特点啊。那是，我是最早的时候，1984年到多伦多来的。哎呦，那上世纪的事儿。那个时候多伦多的老侨特别多。哎，老侨民族主要讲广东话。哎，没错，说粤语。那时候我就想了，我一定好好学广东话，将来到多伦多给华侨说相声。你学了吗？哎呦，的难呢。广东话，这广东话太难了。它难在什么地方啊？哎呀，这广东话首先说啊，它的广东话感觉不是咱们普通的现代话，那是文言古语。这我没注意，这广东话怎么是古语呢？你比如说咱们普通话叫走啊，现代化了啊，这叫普通话啊。广东人不叫走，那叫哈。啊，他叫行哈。哦，写出来是行。哎，别说，是不是这还是文言？你先走，他不说你先走。那广东话雷好先。这个要写出来，你行先。文言文啊，这是啊，顺序都不对的，真是。这是古语啊！哦，你行先，拐弯不说拐，那广东话他说不说拐，他说卷，卷转，卷，这是正字啊！对对对，这是文言，文言的。哦，那要是那个左转呢？卷左，啊，转左。啊，那要右转？卷右。转右，哎，啊，真都是文言。喝水的喝，它不叫喝，那叫仰。这个写出来，写出来是饮，这是正字饮啊。嗯，吃饭的它不叫吃，那叫塞。这塞是怎么意思？实际是塞，是食，食。别说。文言，你说的有道理，还真都是文言。再有咱们北方人呢，啊，咱们发音是四音，哎，普通话是四声，四声是吧？嗯，一、一、乙、一，四音。广东九音。哦，广东话有九音，比咱多五个。哎，不过这您得介绍介绍，都多了哪几个音呢？你就拿那个一、一、乙、一吧，啊，它还有个入音。哪个是入音？就往底下去的这音啊，
一二的二叫呀一。他也不是一，也不是乙，也不是一，他不是他呀一，他叫录音。对，啊，这个北方音没有啊，还有叫闭嘴音。何为闭嘴音？就是你发一个音，光发出这音不行，你还得闭一下嘴。您给举个例子，一二三的三，它不叫三，那广东话叫仨。三，三，哎，得闭嘴。十不叫十，那叫三。那要三十三，要说三十三，你得闭三回嘴。那你得来三三三。这何为气音？我们一般的发音你得用气啊，对，这气都从胸这儿往这儿出。哎，这是说出来的。广东人发音这个气音得从肚脐眼这儿使劲。这个地方使劲啊？那是什么字从这地方？香港这两个字啊？哎呦，广东。您再来一遍。哎呦。我是你练练，注意啊，这哎呦，掌握了，你掌握了，就这样的。真是从这个从这儿啊，那我多请教请教，那个香风呢？香风，香水，香水。香气，哎呀，哎，两个都齐。那要是香风、香水加香气，那像咱们北方人这肚子，这地方就不太够。这怎么意思啊？气儿不足不行。那也得来。必须深吸口气，香风香水嘎香美。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的演出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我们各位朋友记住多伦多嬉笑节。记住我们中国曲艺的那些艺术家，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也祝我们中加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我也再次恭祝各位在加拿大工作顺利，万事顺意。